半夜爬泰山，并且看到日出。没有信号，现在可长城都没下来呢。长辈主打就一个宠粉，到红门了啊！现在是晚上十点，我一路我就爬上去。那姐，你确定不买个拐杖啊？谁用得着那玩意儿？小小泰山，记住此刻的样子，爬了500米。至少他永远不识泰山。什么？永远不识泰山？泰山会教育每一个嘴硬的人，混给你了。哎呀！哎，来！1:20到中天门。咱们这是到了。以为到底？这不简简单单拿下？到中天门才是一半的距离啊！啊！脑瓜子嗡嗡的。吓我吓我！好多营业吧？这人真多呀！加油！啊，不行，我不想爬了。就快到了，你不爬了？哎，不行了。马上就到了。啊！加油！燕青，看那个地方就到了。那么远，那得多久啊？你这个步伐2个小时吧，差不多。你又骗我！走，抓你吧。啊，别跑了，还行。对啊，最后100米了。马上就到顶了。南天门，燕青，到了。爬上来了。爬了一晚上。南天门过后轻松多了。前面叫玉皇顶啊。我成功了。你成功了。天空不错。今天阴天，今天没日出。青春没有售价，泰山就在脚下。咱虽然没看着日出，咱登顶了不是？不是不的。怎么样？现在有没有被泰山教育清楚啊？也就那样吧。这条要是点赞能超过100万，三山五岳我都给他爬了。这话可不禁说。爬泰山的真是壮的。小小泰山不足为虑。泰山能治每一个嘴硬的人，但是他治不了我。记录一下你现在这个状态。完全不累，这才是检票口啊！啊，那刚刚走20分钟还没进去啊？对啊，他可能有点后悔。你当然是呀，人家说这才1/4啊！啊，咋回事儿？我们这儿到了，这不简简单单拿下？他们说到中天门才到一半，太高兴的太早了点。那不行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有求必应，保佑我粉丝平安健康。心想事成。事成。马上就快到了，天姐。走。走，我拉你一把。我不用这样，我直接慢慢走。最后100米了，加油！谢谢。到了南天门，算是爬上了。南天门过后快乐多了，登顶了，我登顶了！这片云海我送给大家，美不美？漂不漂亮？敢不敢登顶黄山最高处，并且去光明顶看日出？泰山都没看到。我刚歇几天呢，你们不折腾我是不是浑身难受？长辈主打就一个宠粉。到黄山了啊，这儿不能夜爬，咱得5点前进去山顶那个宾馆住一宿等日出。咱都说到呗，挑战只是说让我们看日出，没说让我们徒步爬上去啊。泰山咱都爬完了，就我现在这体力，小小黄山分分钟爬完。爬多久？4个多小时吧。我这是爬泰山还累。上去不别下去。你不小小黄山吗？黄山能教育泰山都教育不了的人，他比泰山高300多米。不行，我实在跑。让你坐缆车你不坐。5小时到迎客松，算是登顶。太天真了。其实也还好吧。上面还有个莲花峰呢。还得爬多长时间呢？你这体力最少3小时吧。小意思，一小时就爬上。将嘴硬，进行到底。一线天真的很美。这黄山，长就算了，太险。加油，放心啊。我刚看了啊，莲花峰5年一开，我们这次运气算好的。那你快把我拍了，好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我站不起来了，你就这么拍啊。咱酒店在哪来的？还没定啊，到时候想住哪个住哪个。全满了，进去你不先预定啊？快冻傻了。没事儿，也没多长时间，太阳就出来了。说的是人话吗？才8天，还有9个小时。刚子，我包里水帮我拿一下。不行啊，刚子太冷了。我也冷啊。我刚看那边有个厕所，我们要不要去那边躲躲风吧？厕所？厕所多臭啊！我站起就从这跳下去，我也不躲厕所。三七，起来，3点多了，我要看日出去了。
看啥呀？咱要不就搁这看了呗？看了，说要去光明顶，在厕所看了。加油！走。马上到了。妈，啊，你到了。真的无语，还是没得说。雨神附体，月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月。这黄山这一路的风景还不值吗？咱又登顶了不是？看看日出太难了，这回没看到日出咋整啊？咋整？下山没咋整。说粉丝会不会让我们去别的山挑战，继续看日出？不行了，我爬不动了。如果是要视频100万点赞呢？我爬。我要去黄山看日出了，到时候就先这样，先摆个酷酷的，再伸个手，下腰也来一张，再来个酷酷的转头，最后拥抱日出。结果下雨，啥都没有。我一宿没睡觉，两点我就往这跑，四点我就往这跑，再淋一宿的雨，再看个日出，啥都没有。拍照片了，先来个酷酷的，再伸个手，下腰也来一张，再来个酷酷的回头，最后拥抱一出。还债三山五岳第一期，华山，整备主打就一个宠粉。不想夜爬了，没有一次看得到日出。我提前看天气预报来的，不出意外，指定能看到日出。我总感觉会出意外。你闭嘴，赶紧爬。人都说泰山治嘴硬，华山治命硬，就这样。我走半小时连个台阶都没有，已经开始膨胀了。男的应该在后面，快走吧。小小华山最好是有点难度，要白瞎了加练的苦。你要的难度这不就来了吗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就在那样，现在难了吗？主打一个嘴硬，就够站半只脚的，走的提心吊胆，加油。这难度够了吧？嘴真硬，路太陡了，手脚并用才有安全感，每上一步都无比艰难，真的又累又危险。怎么不讲话了呀？没人跟我说爬华山还得有手啊，我前段时间光练腿。草率了，不嘴硬啊。哎呀，行，这哪才1566米啊，这爬啥前啊？你听，到顶了，到顶等日出吧。看日出不是这个风啊，我们得爬到中峰，再去东峰看日出。站在这儿看不行吗？粉丝铁笑话你。走，6个小时都爬了，差这几步了。这几步咋这么长啊？你口中的几步路是2-3个小时啊？你干嘛？早说不说。最后一段了，马上就到了，加油。那笑话就笑话呗。我要了命干啥？还在后悔。到你家。我不想了，行。再睡怎么办？还有1个半小时的书。定个闹钟，我也睡一会。完犊子了。丁丁。9:41了。日出呢？不出意外，应该是不意外了。说好久了啊！人都懵了。我爬了9个小时，我手脚并用吧，我。来到家我都挺过来了。什么时候挑战爬山？视频都100万了。爬呀，我爬，我现在就去爬。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儿。到武功山了啊！咱们又夜爬，看日出啊？看，我就不相信了，3座山我还看不着个日出。走，累吗？看不起谁呢？累了。就我这体力，我能一路从这跑上去。啊啊！走、哦，咋这是？哈哈哈！让你嘴硬，非要跑，慢慢走吧。还有点呼吸。加油！每步都吃力得很。天心，你看到前面？大包头。终于到好汉坡了。1000多个台阶。从那边上去就快到了，真的？我啥时候骗过你？走到这壁了，歇会吗？天姐，这比泰山还难吗？看不到头，真的看不到头。
啊？我爬不动了，我不想爬了。你要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。我当时还是爬不动。大家都一路够辛苦的，你是最棒的。你说啥？你是最棒的。啊！脑袋嗡嗡的，赶紧爬。好汉坡爬完了，山顶的岗子，那个方向再走两个小时就到了吧？啊！你又骗我！我是要给你动力。我在五姑山见的最多的，就是看不到头的台阶。比绝路，更绝望的路。加油！坚持！坚持！一言不发，沉浸式爬山，只有脚在无意识前进。终于到了，丁家。丁家，丁家，终于到了。啊，到了。终于爬上来了。终于到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又征服了一座山。早就爬开了。你成功了。成功了。我又成功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？三座山都看不到日出，还下雨。那祖国大好河山，咱总得看看，不是？再不疯狂，那就老了。都被淋成了落汤鸡。不疯狂，得了，快走，下去，走下去。上去，我爬了三个了。不是，好像不是三山五岳啊。啊，那粉丝都让我爬武功山。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想看的？那我这能抵消一座山不？应该是不能的，要不然我粉丝不会相信我谋生。刚看你。今天是晚上10:56，第一个台阶。会不会有人说我们坐缆车呀、啊？大晚上哪有缆车、啊？这剪片棚挺友好啊，10来分钟就到了。这次开始爬了。你已经累了。我不累，不行，我太累了。这才1000步啊，距离终点还远着呢。不累，不累，我都是这种台阶啊。好看。这个小台阶好爬一点。这里跨不到大一点。你腿短吗？其实。大台阶也挺好爬的，一脸真快。小台阶腿不短了呀？哎呀，累呀！你要大台阶来了？坡不好爬。那什么好爬？坡好爬，坡这么高。走，加油！好绝望。有啥好绝望的呀？慢慢爬呗。台阶，你看到前面，看不到头。你在看啥呀？瀑布。这咋看呀？用耳朵看。睁眼说瞎话。是不是累了，想歇一会儿？不累，那走吧。再看我们，走，看我们。一点了，咱们在这块了吧？我们好像在这边。嗯、这个离到经典看一处还远呢。它这边有两条路上去，一条这个，好像看这个会近一点。还有一条是这样子，绕过去。咱走哪个？哎、走好汉坡吧，来都来了，走。还是不留遗憾，开启好汉坡之路。加油！你别这样爬，你这样爬好像那个啥。我刚刚是这样用这条腿往下蹲的时候，一下扭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一路上遭老罪了。还有那么多要爬呢，已经188步。爬上去你就是好汉了。我已经好几个好汉了。我想在武功山拥抱你。来。夜爬的人还是很多。这下好多了。对吧？开始没有灯了，没灯，但是他又看不到他的路啊。已经爬了这么多了，找不到。平地呀、啊，真好啊。前面还有一段望不到头的坡呢。这个雾，人间仙境。你别。放在这儿。你赶紧走。爬山的时候走下台阶的路，慢点，所有走过了都要爬回来的。10:20，你是5个半小时，到终点了，我到了，小小武功山，拿下，我们要累死了，下雨了，我淋了2个小时的雨伞，就是看不着日出啊，雨神附体，6:31，走吧，这就是命，挑战爬三山五岳，昨天爬错了，今天得对了啊。到庐山了啊，太不容易了。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儿。你都为啥要夜爬吗？看得出啊。我怕明天白天有缆车，我忍不住。你都早点啊，现在2点多了。太累了，睡够了。这咋爬半天就咱俩呀？估计都上去了吧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走了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3点钟，第一个小亭子，浅浅休息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1000米了，2000米，走，2500，多点。那差的还远着呢，
快了。没有，站好，坐一会儿，歇会儿。都站不稳了，歇一下吧。不到终点了。人也累，劈叉了。歇会儿，前面还有路呢。歇会儿，那是好汉夫人终点呢？不是山的终点。那还有多远？这半山天。才一半啊。不错了。爬一半。加油。天马上就要亮了。这也太好看了吧。绝了。走。天上有谁？这是天桥啊！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的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能爬多久啊？导航说还有5公里左右。5公里？嗯。满眼尽是绝望。这咋有车呢？后面5公里好像是平路。那不是山上吗？环山公路。啊！不用爬了。公路。啊！不演的幸福。那咱爬上来干啥？走了5公里，现在走了5公里，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享福了，是吗？是啊。我感觉我又行了，小小庐山不值一提。马上天亮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估计就看不到日出了，都怪你骑那么晚，天已经大亮了。走吧，我们走到终点也行。真没想到啊，这庐山跟别山不一样啊。小桥流水，人家还怪俺的。对，还有山路啊，处处都是惊喜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不跟我讲都是公路了吗？哎呦，爬吧。泰山的美是山林，黄山的美是山峰，蜈蚣山的美是草甸，那庐山的美就是这山间了，纯属个人见解。太好看了，真羡慕那观光车呀。走啊，拒绝诱惑。现在几点啊？7:30。5个小时，快到门口，走吧。这太阳应该出来挺久了吧？不识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这好像不是这样用的。你别管，轻松拿下一座山。敢不敢去海岛看日出？夜里不能睡，要在海边捡一晚上垃圾。我上哪儿给你们找海岛去啊？还捡垃圾？整呗，主打就一个宠粉儿。到港口了啊，这回咱指定的看上日出。讲了，船忙开了。燕姐，吃个晕船药，马上别晕船了。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女人，我要征服这片大海，我能晕船，被大海征服了。马上满了，加到哪里了？注定当过的海贼王。大海，快看大海，能不要整得跟没看过一样，好像你见过似的。俩没见过似的。别玩了，捡垃圾去了。咱从哪开始啊？从那头，捡到那头。那么多？一个晚上的时间呢？第二天再看一组。钱，你就这样子收进去就好了。这垃圾真不少啊！它细细的、小小的，埋沙子里面，看着没有，全是垃圾。沙滩上捡不完的烟头，还有泡沫纸皮。戒指。拿。白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还有铁片，多危险！那伺候个伴儿，真的。真是啥样的垃圾都有。这洗好脚，垃圾桶就在边上。你倒是满纸的了。你也不知道把纸丢了，整个水池边全是纸。你不给小孩打个好榜样？嗯，捡垃圾好累啊。天逐渐黑了。没电啊！咋充上？这里不定时有电。天彻底黑了，咋还看不清了是吧？没方向盘呢。收入囊中，还有人丢装备。哎，不行了，歇会儿，腰直不起来了。行、啊，又累又饿。我也看不管了，等会儿滚了。你说咱明天能看到日出吗？不用等啊。那我倒捡起来都有动力了。吃完继续捡垃圾。不知不觉又捡了一大堆。这么困吗？哎，1点多了，我也好困。易碎的骄傲着。照片呢？你咋了？不行了，我腰直不起来了。你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天快亮了。3点多的，这垃圾太多了。再坚持一下下。你要去哪？人都傻了。海边看到了蓝眼泪，这蓝眼泪，这就是蓝眼泪呀、啊？对啊，这也太好看了。不行，
天亮了啊！啊！是真的精疲力尽，真的捡了一个晚上。你瞅这大海多漂亮，多好看！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看视频的小伙伴吗？咱可不能乱丢垃圾，那每人随手扔那一点点那可不得了。林姐，咱俩从哪边出来？右边啊。你在哪找的地方呀？我找的离上海最近的大海呀。走吧，回去了，没日出了。为啥呀？那等会儿就出来了。敢不敢去按摩店用筋膜刀按腿，边按边问师傅是不是没吃饭？想要我命就直接点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喂，主打就一个宠粉。你等会儿，打字还没到呢。那我们再活动活动腿。哎呦！大老爷们叫这么惨，你算你也得叫。瞧不起谁呢？我疼死了，得喊医生。小姐姐，给他安排店里手劲最大的师傅。啊！别憋着呀，醒着就叫出来嘛。不疼，师傅，你用点力，让他吃饭。看您小姑娘还没用力呢。放心，整。脚趾头子都抠起来。你不说你痛死都不叫吗？我这个痒的，痒死我了！师傅，你用点力，生没吃饭。美女，我们换个腿啊，力度怎么样呢？师傅，你这不行呀，你没吃不中饭是？痛不痛呀？师傅，你要是饿了，我给你点外卖吃。头几天的嘴这么硬的。师傅，你要不换个人，你换个吃饭的过来。好，你等着啊。是真不胖。牛啊！师傅，你也没吃饭吧？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怎么不行？我给你我点外卖吧。师傅们也算开眼了。啊，好了，美女，我们结束了。可算结束了。一点都不疼，刺挠。